哎呦，职工折了吗？哎呀，半路我都看你那个头都立头汗了，人家是中暑哎。你家这个空调直接就太凉了，太冰了，搞得我小的瑟瑟发抖了。不发抖才怪啊！我知道那空调四十匹的。那么厉害啊？对呀。哦。走了走了，空调就是好啊。带你回家喽。哟，你要跟我说清楚啊，是不是？我都不知道你要干嘛的。 我都看到你中暑了，又跟你说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到了，这么香呢，你们这个地方，老公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？哎呀，听说半个小时就到家，今天都一个小时了。哦，是这样子的，你是他老婆是吧？对呀，他半路啊，那个满头大汗，差点都中暑了，我车他去我家吹了一下空调。 中暑，今天天气太热了，就是了，都准备五六十度了。那你不用拿个雨伞啊？这一个男人撑雨伞也没有用啊，是不是？那个车费100块啊？啊，要不是我，你老公叫我都倒在地上了。那多亏了有你啊，那我是以后我都没老公了。干嘛？快呀！没带钱。你怎么出门都不干闲呢？ 那我回去给你拿，一个大男人，你闲的不带的。哎，以后经常要吹我家吹风的哟。不要说出去啊。多少啊？100块钱车费。100块，哎。那我走了，先不要着急少些。你救了我老公，要不然他中暑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呢。我给1000块，那个救命鞋。哦。 这样啊，答谢的，哦，答谢的，这修了，谢谢你啊。那我走了啊，以后有什么事来我家找我就行了啊。哎呀，慢点走啊，拜拜，拜拜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哎呀，好。